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a， 欢迎收看 Tina 的小资族小资族名牌推荐。这次 Tina 要推荐的是鸡蛋水饺股，当然在推荐之前要先简单的为各位介绍一下什么是鸡蛋水饺股。顾名思义，就是股价为一颗鸡蛋或一颗水饺的价钱而称之。那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的名牌推荐吧。首先要推荐的是鸡蛋股，股票代号是2022，股票公司名称是聚亨，它的属性是钢铁股属性哈。那它的股价的现在是8.05，四月九号的收盘价位给大家参考。那随后附上四月九号收盘成交量的结果给大家参考。那再来我们要推荐的是水饺股，股票代号是2025，股票公司是千星，那它的属性一样是屹立不摇的钢铁股哈。那它的股价是2.88，那一样是附上四月九号的收盘价及四月九号收盘的成交量给大家看哈。那最后当然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各位哈，投资都会有风险，上述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哦。那若有喜欢 Tina 的小资族小资族名牌推荐，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Thank you watching。